Hello， 大家早，大家早，哇，难得今天我们啊一家我们学妹啊，啊大姐大哥，喂大哥 ，Hello， 啊大姐小安在后面看着我了哈、啊，我们一直游，稳打一直游啊 ，OK， 现在开始在这个雷马大道开始啦、啊，耶、yeah, ，听我们一路上畅游啊，哎，文东文东。小时候没有了，看他有时间，没有时间叫他。就太赶了。哎，你别小飞。走了。Hello。高塞。高塞。哎，不一样。京城牌要机女郎火箭。别了，你买什么？我是假的。嗯，上车先。录起来，录到哪去啊？都老烂死了。一滴老虎骨哎 ！OK， 我们离开文东朝文达。你好，你好。老同学，不是老同学，大过他很多。哦，对，你好。走走走，还是交给老大哥吧。安静交给。哎，坐下。没有，对呀，一道我一道我。那个什么，那个也是我的，哪里？年轻人有吗？你有了啊、我的好朋友蓝金娇啦，哦，蓝金娇啊，哇，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，哇，每次听他们讲起啊，我妈成日讲，唔系蓝金娇就梁礼恒，任何成日揾你蓝金，啊，我细佬，嚟影张相嚟，啊，我细佬啊，阿董啊，我唔认得佢啊，冇相干，嚟过来过来拍照拍照 ，OK。梁磊好嘞，梁磊好，梁磊好，哦，没有，就多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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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知道我的脸是谁吗？你是谁？他是这样的美女，哈哈哈哈哈。年纪，哎，有个老，有年纪，年纪大了，在那边。哦，我们谁啊？啊，梁磊啊。你前面发的那个是出名的吗？那个是谁啊？在文达看到文达，好吗？好好好。哎，现在你啊，贵族在哪里？你在公马那边要整天有遇到他的。啊，贵族哦，现在。一起让他住上去，就上下边来啊，那边。啊，对，一下。
阿曼的车是谁的？阿曼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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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谁的？阿曼
打水，吃了一放假就跟他外甥的阿妈了，辛巴利找他的舅父，嗯，你看，好好先生来的，好好跟你打过架，好好就是好好先生啊，好的，不好都不可以了。你还要几个小碗？别饿过了，就没有出来喝茶，真的。全部在家喝惯了。啊，对呀，对对对对对。我记得，看的样子，你看。有钱了。OK， 六妹。可以加油。进来啊！这是文打桥，也是叫情人桥啊。啊，以前那个要等水干先。哎呦，是哦，金快递了，还没有杀了。哇，这边变成这样了。这边也变成这样了。那我也不来不了哈。不来不来。哎，转天过几天呗。转天打了我了。哎，打了一下那样干了啊。那关键房间没事，这房子打掉。够了喽。地不地图啊？喂，阿伯干嘛？阿在外嘛？地不地的么？过路。哎呦，你几岁了呢？哎呦！哎呦，记得男，记得你都不是男的，我的。阿东啊。你看我是这样哎。哦，你住这边啦？来这边哦，我打电话给你，你没有接，我不敢接陌生电话，名字还不敢接，哦、我想问他呢、哦。啊？找你的，这个是问你的，00051是吗？那是我，姨仔呀，我姨仔在那边。先见家里跟谁住？哦，有两码。00001。00001，后面是50001。驾车师傅，大家不要开玩笑啊！交车师傅，文达最棒的。现在退休了，退而不休啊！退而不休，做了几十年的师傅。二三，我驾车，今天我来找车。现在还是做得很好。没有了。这边摆完了就。老板娘，今早 ，Hello， 李飞耶，好吗 ？Very good， 哎，拜 ，YouTuber 来了，我老魏，哇，来，哇，来拍张照片，欢迎方五分，孟生就讲高分，欢迎方五分呐、啊、的意思。哦，欢迎方五分，啊，你还记得？记得。我们这帮有个大医生是谁啊？陈永安。陈永安，陈永安，大医生。大医生，孟生叫大医生。陈，现在他改叫陈光荣。啊，对对对，陈光荣。陈光荣改的。谁家的大医生？孟老师，就是孟先生做一个，做最久了。哦，搞了。天哪！
没有见过的人我都见到了，你问他，所以他来我就看到他。清明啊，烧锅，你还是清楚哦。谁人来我都见到了。他要问你校长的女儿的。这东西是好吃的，我讲不是很多，我够力。中鸡翅我都没有，嗯，上去年吧，今年吧。不了啊 ，OK，Yes，、嗯、好。哪边的嘛？做什么？你之前在哪里啊？种豆，老王，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老王冷静的，我们出去。来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你们，对，谢谢他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 ，OK， 拜拜。戏的，我爸爸要看戏了，要跟他买票，要看戏，我打买戏票。所以孙啊，哇，我孙是女儿的，哦，女儿的，你也讲大姐呢，大姐了，外外孙。哦，我的大女儿都做婆婆了，我的女儿，哇，做婆婆啊，做婆婆了，两个孙，这个是我小女儿的，还是那婆婆，婆婆，别紧，别紧，婆婆主要看女儿，我四个女儿，哇，三个儿子，是啊，哇，七个哦。这个是小牛的了哦，哇，很好命的牛，好七个，七个，那我是个孙，你有什么变呢？十个孙，十个孙也没有胖我，也好，没有胖，嗯，也好，还是没有变呢。拍照拍照，来来拍照拍照。好，杨杨杨超武，哎呀杨超武，隔壁好杨超武，隔壁啊，嗯，好，隔壁好姓杨，哦，现在想到了。我小女儿，哦，地方很多，都在车，哦，是吧？空气好，又没有，哦，是我对面是山，山哦，对面那个，那榴莲是伟大，是啊，很多榴莲那个对面那个住山顶上面的嘛。咁我都打针卡，打针，哎，
阿玲，王丽玲，王丽玲，小姐谁？小姐啊，阿董啊，阿董，阿董。哎呦，怎么紧张看到到处？哦，闪闪的，闪闪。你拜的阿妈在帮紧张吗？同学啊，老师，同学是二年级吗？二年级。哦，五年级又早上又六年级，最后才刚按了。你拜的五上，这个傻子呢？啊，他的孙子叫做郑爽。郑爽的，有无？乖乖，莫讲你行。哇，三妈见到欢喜。你也无行变肥啦。哎，因为你无出去哇。你卡好，哎呀。哦，你行变肥啦。啊，你行变肥啦。哎，我们回忆只能过了。